的白鱼，上通告从不迟到，尽力配合，所以责任感应该是100%的好。这回合一样请茵茵友情赞助，洋装假制作人请的舞蹈老师，并请白鱼当新人的舞伴，练好后方便在新节目播出。白鱼一听到有美女相伴，连想都不想，一口答应马上起练。殊不知他已经慢慢走入陷阱中。打到头，5、6、7，把它打开，1、2、1。好，来跳上去，一拉过来，对，姐，你可不可以跳高一点啊，姐？第一次靠近就靠他很近很近，过来，飞出去，哎，有没有啊？就这样，这样对不对？对。记着两个绕圆，1、2、3、4，哎对，啊对，过来跳，我这样一拉跳，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两脚跳，两脚跳会变成矬，你一定是就一个蹬脚就起来。双人舞的时候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，那个定杆这样软，你稍微手有点力量这样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怎么样？很寂寞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就这样，这样1、2、3、4，好，跳，对，好。蛮厉害的吗？你问白鱼是不是单身？你问白鱼是不是单身？很好。白鱼是单身吗？我是畜生。哈哈哈哈哈！畜生，畜生。这个我们是知道没有了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那我还没吃。还没吃，对，那赶快吃，赶快吃，不要开玩笑。难道你要吃吗？不，这个馒头，谢谢。什么言语来表达？你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那你欣赏什么样的女生？欣赏什么样的女生？懂事，要懂事。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女生呢，就是说她喜欢的呢，并非……我觉得现在女孩子很多都是物质生活吧。那你觉得我呢？你很好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吗？年轻。然后后事看着，不要看到我这个老头子。我喜欢你很久哎。太快，你头壳有没有动？我看一下。没有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不行，对不对？再过几天再说。你年纪比我大了，才会照顾我啊。啊对，我跟你讲就是这样。所以说现在年纪有时候，比如说男生大，女孩子。15岁、20岁，你看我们演艺圈多少？沈玉琳她跟她老婆差17岁，然后顺哥跟他老婆差了24、25岁，反正就起码都大个10来岁了，10来岁就20岁了。妈，和我们差不多。什么？我们差不多？什么？差不多。差你的头啦！你一看就知道太年轻了，你瞎啦。26。哇，那还真的可以啊。你说像你这样有肩膀的男人才值得我依靠，这真是一个奇异的数目。但这种男生才值得依靠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以前有一句话叫做“相爱容易相处难”啊。好老派哦。对啊，是人在一起没有人啊。哎，就多吃一点，吃两口就饱了。你要那么简单？来来，哎，要不要？所以你要倒到他身上，你走过去勾他的手，走过去勾他的手。反拍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年轻人，我来电，你不要。不会啦。带酒，说我带酒，我是真的有带酒。我带我朋友生日啊，我那个送一瓶酒给他，这么巧，当然有带酒，真的。但是我不会喝啊，不行，工作时间。怎么样？不要干嘛？那我们两边坐，我还要带。不是。掉什么天？大袋子里都有什么东西啊？好
他一直讲我刚刚好哦，他讲我的，你知道吗？那都是我叫他讲。
来给他看一下。好。啊！今天我们测的所有艺人责任心，真的，大家都非常责任心。所以说，所以下次真的，如果还有这种的呢，不要那么漂亮的，像小甜甜那个，你就对，我们怎样找啊？不是，我们没有要测型哎。测责任心而已。对，好，今天我们测试非常成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